感觉要被控个三波进场，马 Q 中了，而且退会被打，他要这边过来，真的套了一个点燃，身上伤害加艾丽，这点燃的效果没有烫死，但一滴血也对不了线了。没有跑速，这兵是绝对就会漏光的。双手出来就没有，不过中路的位置，打的专精，直接打出了就有虚弱，想杀但没成功，闪现过去 A 加一技能带一个反弹枪轰脸。这个对这个线感觉，这个一泽只要不一上来。哇，像没有机会啊！不过水球套到后，晕，直接晕到 Tuna， 感觉要二打三了，现在二打三，哇，死光光。微风一直点交闪现的 Cat 撞墙，应该一直还有一个一的，吃了对面路线的技能，直接跳过墙正面 A， 微风拿下了 Double Kill。不也在打这边顶尖对决，有办法吗？插了一个粉眼进去 ，Mid Faker 捡到了一个飞刀，顺势的转死了修宇。4-4-2比较稳，可能一个人都不用死。但对面要跑的同时，阿伟直接冲出来，烟雾弹封了路，这样走位躲了水球，一个龙争虎斗正面轰死纳米塔利亚。此时的赶到，利用自己的石墙也弹回了路西恩。你看了一圈包围网来了，想要跑，后面有个焚炎，但修宇跟阿伟搭上下半边的 Tuna 三人的夹击，他把三幺九很危险，利用大绝过了墙，但他的下一个对手会是最强的微风。哎，回城，有这个是烧着来得及吗？跑不掉 了，哇，这边只能去自杀了。但第一个 Q 技能命中，下一个普攻就会死。Top 三六九，走位一下，走位大考验，一个普攻点死，都很危险。回去有空玩一下塔利亚吧，主播。这个真的不得了，要练啊，这小子要练啊。再来弹一下，晕到直接死。13分钟，他的饮食还没跳起来，就是努力了哦。一个翻到出来直接死了，身体倒是跳了起来了。哎呀，身体飞起来了，饮食没跳啊，那身体跳起来了。另外一边岳林，我的电话哇，这感觉哇，走不掉了。封路，还有个石墙哦，一发的散弹枪顶脑门直接倒地。陆先放是真的能放。这个、我们来这个 EQ 预判一下，往前打一套再走位，躲了海浪，还是可以杀。这是吊塔的瞬间，要产生一波战士，一上来 AQ 想开，但一瞬间卡特转个一秒人死了，他普攻比他的 R 还痛。那另外一边鳄鱼想秀要刷是微风，但有个治愈补起来，那个跑速拉起来 Q 又杀掉。哇，军夏赶过来，点点点，直接踩缓速变普攻大绝，直接推回。很痛啊，小心一点。这里突纳交惊人没死，但抛也想把他抛死，两个大绝他还是没死。军夏这边带线要很小心哦，三个人的夹击有办法吗？军夏跳了头，加速要走，但对面的卡特也是贴到脸上了。等一下在守卫，还在守卫，哎呀，被晕了。他要变大了，他的变大吗？没有，被收掉，又顺势然后 top 三二九变成了纳尔，他最会的角色之一。直接往前贴近这条大绝，针对了修宇，但修宇直接拉开，还躲掉了灵魂之刺，靠着墙壁想做加速，但卡特来了一个转，
那这一波像在下半部打完之后，上半部也打了起来，是阿伟要单挑鳄鱼，猎人狩猎鳄鱼能成功吗？来了一个微风，这边开始收割跳了过去，再做骚扰 Q 技能命中打残了369，现在绿线是完全动不了。哦，卡特还要再上来转一转吗？把兵线给清掉，算是不错。他走过去，最后是被微风伤害直接算准给打倒。拼这个蓝 buff 来，来来，让我一只吧。哦哟，有拼到，开心跳舞。嘲讽一下，阿伟很生气，上来划掉了。你帮他补血是吧 ？Case， 啊，用我的锅，完蛋，帮自家打野补血，结果辅助遭殃。